那你在看右眼的看戏的时候，你同时也有看戏上面的弹幕吗？现在？现在没有。那你左眼看直播也有看这个弹幕吗？有。也来不及，我来看这个弹幕，没有看那个弹幕。对。但这边的弹幕好像真的太快，就是很难停下来，让就是想要一点及时的回应都比较困难。哦，没关系。他说你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，我终于看到有问题了，就是你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？好多，太多了这个。哎，我也觉得讲一场好像对其他场都不公平的感觉。跟谁大师？嗯。但的确是有很多场都印象深刻。哎，可以说好几场吧，好几段吧，应该是。你不会喜欢特别虐的那种，你喜欢那种甜虐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甜虐的，就是这就是恋爱中的。对对对，慢慢进阶到，可能是在比较后半部的阶段才会有那种纯，不是纯虐的，就是带一点经历过后，共患难过后的一种什么叫做苦尽甘来的那种，是，然后也或许是失而复得，就这种心情。对对对，你到那个阶段，那你喜欢的东西可能会在更后面才会出现。对，但现在的也喜欢，那因为必须得有前面的过程，才会有后来的故事。对对对对。蛙哥，我看到一个评论，你说，让你教我说粤语，哎，我说粤语，没问题啊。你快说一句粤语，我跟你学。但系要讲咩咧？你说的是啥？你说乜嘢？但系要讲咩咧？好，由而家开始，我可以讲几句，但系我唔知讲乜。好咧。但我唔知。讲咩？我系谭松韵。我系谭松韵。你有学过自己的名字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？我说得很好吗？好像有练过哎。我系谭松韵。练过啊，你第二次都记得。哎呀，天赋没有。哎，天赋，那你自己来吧。那我会谭松韵。我会谭松韵，谭松韵，因为我听粤语歌，但我不会说粤语。哦，我是谭松韵，今日好开心，同大家倾偈。好开心，我大家。算了，可以了。我是谭松韵，已经说得很好了，蛙哥。可以啊，谢谢你。好，那换我。你想学哪个地方的方言？你的老家，你的家乡话。四川话，好。四川。我。No。好可爱，我是。总海亮。我是总海亮。总海亮，太好笑了。我是总海亮。总一声，总海三声，海亮，对的。我是总海亮。行吧，给你个80分。行了，好好笑，好可爱哦。我想讲一个更好的，但可能也就只有那样了。啊，刚刚有差不多对吗？什么？
总总总总医生总总。总总哎，亮，往下走。你稍微快一点讲一遍，我跟你说。我是钟汉亮。我是钟汉亮。也可以吧，巴适的板。巴适。中国话你好，巴适的板。巴适。警醒时雨。警醒时雨。感觉好像四川话都有拐的，都是全是三声，当当当当。惊醒时雨，惊醒时雨。没到，哎，这个说的好，这个说的好。准时收看，准时收看，准时收看。今日。准时收睇，准时收睇，感心似玉，感心很难的，也很广东话也很难的，感心似玉怎么说呀？玉佩，感心似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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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难的，我都觉得难。感心似玉。欢迎收看。欢迎收睇。欢迎。欢迎收睇。感心似玉。哇！这个对话可以截下来，然后当那个给香港那边播放当 ID。对。哇，这个强啊，这个强啊，这个有很像啊，这个超过80了。真的吗？有录下了，有记录在案了，可以用了。你看，蛙哥，你看弹幕吗？那就是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会有看到，或者是微博上大家的一些留言，你有会觉得印象深刻的，别属于这个。我现在是看第一遍哦，所以我没特别开弹幕，所以我之后会好细看，因为我都看的比较就是认真呢、啊，就是可能弹幕我也会稍微认真点看。这样挺好，因为你第二遍看的时候弹幕就多了，你能看到的更全面。哦，它可以更新的，哦，那之前如果太多了就会洗掉，也还在、嗯。那如果不够放的话就，走起，很密立体，走起，一批滚动。如果都放不完呢，就杀掉一点。不会，那怎么放？很快，然后很满，从上面到下面，然后把人都挡住了这样。不会。哦。然后太多的时候，一个整片都是弹幕的时候，我得要停下来看啊，因为我怎么可以一排一排字经过？然后如果每个都写得很精辟的时候，你得要停下来看。哎，那如果是用倍速的话，看弹幕是不是就慢了？我倍速会更快。不过来，如果你倍速看。啊，我记得了，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还是一个弹幕，我特别觉得感动的。哦，就是这样讲会不会不好？他说，已经就是很久没有追剧追的这么过瘾了，就是。用正常速度去看戏，就是不用倍速，而且还有一些情况还想要慢速播放。这就是你印象深刻的弹幕。你听出这个感动吗？我觉得哇，好感动。就是你会觉得他真的好珍惜这个我们。在，我们的成果，这就是那些
过程嘛，就是你会一分一秒都认真看那个意识，我是感觉到这个我特别有印象深刻，我就哇，就是会让你就是以后吧，或者是更认真去完成接下来的那些工作，然后让他们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看我们的作品，这样是对。